慧乐爬行小虫，一只能激发宝宝爬行兴趣的小虫。多首安抚音乐，促进宝宝的听觉发展。灯光闪烁，360度旋转头部，启蒙宝宝对声音的辨别。按压小虫的背部，使小虫的身体变长。松开手，小虫便会向前行走。车轮上旋转的漩涡图形，跳动的五彩小猪，吸引宝宝跟着爬行，有效锻炼宝宝的肢体平衡。乐在好奇，惠乐爬行小虫。